嗯。为什么还抹呢？防止消炎呢。别拍我啊！拍我这帅气的大脸。别那么拼，疼不疼？看来还是不够疼。不疼，下回再狠点。下次再给你狠点。争取能让你们仨多照顾我，我可以请假。请假？对，打个脸就请假，这个是不用请假，直接还可以继续工作的。我的意思你们听懂了吗？什么味儿？没味儿。请啥假？你管我请啥假呀？反正让你们仨能伺候我就行了。你又想偷懒了？这都被你看到。疼吗？还行。你把视频推出来吧，我给他冰敷一下，我想办法，别那么那什么。不用冰敷了吧。